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好久不见。是的，我们再一次回来到我们的花鸭悍将谁来 PK 活动。今天的 PK 题目就是我们的台湾大哥大影视达人测试会。那怎么玩呢？先不多说，我们先来介绍今天悍将的嘉宾。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品杰，也欢迎裴峰，欢迎。大家好。好，来先请品杰跟大家打声招呼。哎，大家好，我是品杰。裴峰。嗨，大家好，我是裴峰。是的，那在这一次的一个台湾大哥大影视达人测试会，也让这次有锁定这次我们直播的各位，让你知道你们都有机会得到我们今天最后的奖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MyVideo 三十天豪华月租电子序号哦。到底怎么来的？请各位一定要锁定好这次的一个直播，然后在我们中途也会邀请看这次直播的人一起来留言参加这次的游戏哦。那当然啦，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我相信大家其实蛮常宅在家，要么就是玩手游、看手机，不然就看电影嘛。所以也来问一下品杰跟裴峰，你们最近有在看的电视或是卡通吗？或是影剧吗？裴峰，你先说。最近在家看那个谁是被害女？好，我也看过，蛮好看的。看完是。那品杰呢？最近都陪我老婆在家追韩剧啊，像《梨泰院》啊，《我的鬼妈妈》，还是《爱的迫降》之类的。所以 P 宝也一起看就对了。对 ，P 宝也是要看。他不看卡通，跟你们一起追剧。对，没错。这么成熟，好啦，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 PK 活动，有机会得到买 Video 三十天豪华月租电子序号，可以继续宅在家。当然，还是要请各位可以赶快随时赶快订下我们球场的球票来球场看我们球场的球赛喽。好的，来到我们这一次 PK 关卡活动。今天 PK 总共会有两关。那第一关，相信你们应该都玩过我们冰果一连线嘛，所以这边有九宫格，我们就会提供的题目是我们这个电影的经典片段，你们猜它是哪个片名，先举手抢答，然后将你们贴纸直接贴到你们那个答案上面，当然贴成一连线的人就可以获胜哈。那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在我们 MyVideo 上有相当多的影视、影剧还有卡通，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锁定，到底这次出的题目难不难？其实都看到我们答案在上面了，所以我们先来进行我们的第一关，好不好？举手抢答，那会有惩罚哦，输的两关，输的会有惩罚，好不好？来，第一关。看我们的片段猜片名的活动，首先第一题来请客，三二一，第一题哦，品杰，这是什么？你的名字？算时间卡吧。你的名字这个太假了，来，品杰，恭喜他正确答案，你的名字。哇，死王牌，这样转过我还没看到哎、欸，那就先看到。哇，OK， 好，死王，好，再来。有点恐，有点可爱了，好不好？蛮可爱的。来，第二题，三、二、一。哦，这个我不知道，李杰，来，李杰，应该是咒怨吧？是吗？是咒怨。恭喜他正确答案。哇，李杰连续猜对两题，最北方想有第三题。哦，这个也是在当然蛮流行，之前蛮流行的，跟音乐有关。二三。来，北风，失速列车，好啦，看来想要骗你我都不到。这一题跟北风可能有点关系，好不好？好不好？来看一下题目。谁是谁举手？三。我看到了，谁有点没看到？我吗？对，你看，我看到这个。哦，好，可以看到，马上北风抢了两题。抢到，而且抢到正中间这一个哈，品杰你只剩一条线的机会，反正压力大了哦。这部片人是真的跟音乐有关系哦。先看我们的题目，来一二三，这是什么？来，品杰，与神同行。一二三，请看题目。越来越难。三，这什么？我知道，知道，知道。来，裴峰，这什么？没有用啊，这是饥饿游戏。来，然后看清这个的题目，看谁举手比较快。一二三。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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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的经典角色，他们说过哪些经典的台词？那透过这个一样，在我们买 video 上面的电影的这个角色来去推测谁是正确的。当然，如果想要得到我们这一次金台奖项的，也请各位一定要锁定到最后。我们这待会就准备来邀请你们一起来参与我们最后的送奖活动。来，首先第一题，我看到这个角色名字，哎，原来是他哦。来，三、二、一。哎，角色名字叫什么？我知道。来，李峰先。谁？刘建明啊，这是我们正确答案，没错，他就是刘建明。嘿嘿。第二题，这个角色的名字叫什么？三，请看他的角色名来。和尚。和尚，恭喜他正确答案。三题，这个经典台词，请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别人犯错。来，品杰，宋乔安，宋乔安，恭喜他正确答案。别人犯错，我们也要跟着犯错啊！品杰再次抢到一题，很快，品杰有机会先抢到一连线后。再来，这题应该可能品杰比较知道。一、二、三，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来，品杰，没错，就是我们库洛魔法使小樱，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啊！他是卡通啊！你跟我说你没看，不知道。这国小就要看的。我想用年纪啊，不是想。这题，这个一看到题目你就知道答案了。一、二、三，谁？我。没错，这是恰吉。这个题目，一、二、三，我答应你。好了，这边给我了，好不好？来，裴峰，哪一个？好。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哇，只要抢到中间哦，就是中间这关卡比较关键，比较关键。可以取得吗？这个有点难。哎，这三个直接取得就取得好，就看那个画面。一、二、三，我吧。品杰先举手了。来，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江户川柯南。好的，恭喜我们的品杰达成一连胜。太高了，举手。那掌声鼓励，谢谢。好的，在最后来进到我们的奖励跟惩罚之前，我们先邀请。有锁定我们这一次花样悍将谁来 PK 的各位悍将家人们粉丝们，我们先来进行，让你们一起来获得这个 My Video 30天豪华月租电子序号，好不好？怎么来获得？待会我们会请裴峰来出题目，那记得在6月16号礼拜二的中午之前将这个正确答案留言在这篇贴文底下，我们就会最后会抽出三位，好不好？所以裴峰准备出题了齁，来，裴峰请出题。这是题目是是什么？这个有点难。他讲了什么台词？他讲了皮卡丘。这个什么啊？好，看到了哈，所以请记得在6月16号礼拜二中午12点之前，在11点59分留言都可以，将这个正确解答这个角色名称留言的话，我们会抽出三位一起来获得买 Video 三天豪华月租店的需要。那也先恭喜品杰荣获这个我们这次的30天月租店的序号喽。当然还是要惩罚一下，好不好？我们进入惩罚。好，我们进到最后的惩罚。惩罚是什么？要请裴峰来跳品杰的应援曲哦。所以待会。陪伴我陪你跳了，好不好？好不好？左手右手，我们往左边挥，往左边挥，好不好？来，麻烦我们的音乐，来左手，而且来左手右手，而且我怎么好像会跳啊？一，拍手三下，一起来 PJ Go， 品杰品杰 Go， 掌声鼓励。好了，今天回去好好看电影。好的，也请各位记者来锁定这次《花样悍将》谁来 PK 台湾大哥大影视达人测试会。我们这次活动顺利成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